冬天补充点脂肪，省着挨冻。你净骗我，老公说能吸出来。这吸不出来啊。猪喊了吧。什么玩意儿？再说一遍。猪喊了吧。太香了。猪喊了吧。这块好吃，来，多少发雷的？没有汗了呗。你们洗着吗？我收吧呗你。吃饭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肝儿。肝儿？那老大。这太大了，这也呀。流行吃这个。人家现在都流行吃法式鹅肝，你这什么肝？哎呦。流氏鱼肝。满足不？比那法式鹅肝强多了。这一个肝你们一顿都吃饱了都。嫩着。这是真嫩。给刘氏鱼肝配点。人家吃肝都配红酒，你这啥玩意儿？我这不是刘氏鱼肝吗？那不是鹅肝，也不是法式的。确实，这块真炸呀！什么鱼的鱼竿能这么大？我感觉这竿都快赶上我的了。那是真的，这样是真香，就不知道是什么鱼。